帮你去角质好了，好不好？去角质。好，那你挖一点那个盆栽的土。你真的太恶了啦！还铁链，根本就刚刚还念挂耳植物，很臭哎。臭吗？那就对了，那就对了。哎，那就对了，那就对了。把砖头去当。不要我聊聊月亮。一见你就笑了。今天来的一个董娘啊，啊董娘，哎呦哇，这个真是嫁作商人妇啊，嫁入豪门之后，哎呦对啊，她厉害，她老公在卖内衣裤的，喂，豪门内衣，你看老公郑杰，哦郑杰，好。啊，赵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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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我的好朋友哦，那也算是演艺圈里面人缘最好的一个女生了。哎，今天我们反而不好意思开人家玩笑。真的吗？那节目就到此了。到此为止。好，来，欢迎下一段特别。喂，还没有、啊，还是要来一下。哦、Danny 已经准备好了。啊，真的吗？哎呀 ，Danny 老师 ，Danny 老师，请进场。Go。你可以再大力一点，没关系。穴到黑暗没关系。吃这么重咸啊，要循序渐进、啊。你吃这么重咸啊，要循序渐进啊。是哦。嗯，对。慢慢来啦。慢慢来啦。这么用力。这么用力。你老公知道不好。你老公知道不好。我老公知道不好，做脚底按摩有什么不好？啊，说的也是。啊、说的也是啊。我想太多了。嗯，我想太多了。一二，啊，看着他，看着他，手指绕两圈。你在发疯吗？我天哪！好停，继续啊！听说艺人都有婚外情是吗？听说艺人都有婚外情是吗？很多人是有啊。你知道的是哪一些？你知道是哪一些？我知道是哪一些有婚外情的艺人。对，嗯，很多人有了小孩还是会在外面把妹妹之类的吧？对不起，请你尊重我的专业。对不起，请你尊重我的专业。我不能接受你的答案。我没有说是你呀、啊。我又说是你啊，小姐，请你尊重。我更不认识你啊，你为什么会这样子讲？我更不认识你，怎么这样子啊？奇怪，没有办法接受婚外情，没有办法接受婚外情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好，你也想太多了。然后你会换人按呐、啊？来，你站起来，你站起来，往后八步，那跳一段韵律 ，1 2 3 go。好，继续按。我帮你去角质。我帮你去角质好了，好不好？去角质。对，你这个脚哦，对，你这个脚太久没处理。太久没处理了。处理？对，我昨天才处理过啊。没有没有，你这个不行，你这样不行。那个角质是？这个角质是已经浮现出来了。已经浮现出来了。真的吗？对对。好了，你看你的书，老板准备一下。OK。看我的书，你都要管。好，那你挖一点那个盆栽的土出来，挖到那个桶子里面，多一点，要忍住。这那是 volcano。volcano 啊，这是火山泥哦。这个植物是火山旁边的植物。对啊，是火山旁边的植物啊。这个非常珍贵，这是火山泥哦。哎，这个非常珍贵的。有时候我们掉在地上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好，够了够了，搅和一下。来，请把脚伸过来。验完会有什么效果？因为它肯定有，对你这个受伤都会好，连受伤都会好，连受伤都会好。磨砂膏的，磨砂膏的效果。你真的太恶了啦！还铁面，根本就刚刚还念挂耳植物。小姐，我们是专业的这个脚底按摩公司。说到铁面啊，好，来涂上去。好，抹大一点，两你的手对。好像会有一点磨砂的效果。小心不要磨到人家的裤子。很臭哎。
臭吗？那就对了，那就对了。哎、欸，那就对了，那就对了。可是很臭哎、欸。这效果很好的。对你等一下弄好之后，你会发觉，哎、欸，为什么能够有那么好的效果？臭泥躺着嘛。等一下弄好之后，就会发觉怎么会有那么好的效果？臭泥躺着嘛，泥躺着就好。嗯，真的蛮臭的。是你的拉臭，不是我的脚臭。我帮你看一下还不错。你刚是不是撇风了？你刚是撇风了。昨天有吃豆子吗？什么东西？昨天有吃豆子吗？喂，我从头我都没有撇风啊，是你撇风吧？好了，我扛下来。好了，我扛下来了。两个满场走过人心品，哎、欸。那你就在这里，那你啊，每天都乱。哎，阿弟，照相了。哎，快快快快，把家伙去打。不要我聊聊医院了。啊，不要我聊聊医院了。哎，别别别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刚刚那个。精神病，精神病啊！来，你坐下来，坐下来，好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帮你处理啊。帮你处理一下。对不起啊，把它擦干净。那擦干净，那油再抹上去，擦干净。怎么会跑到你们这来啊？没有，他就是隔壁的啦。那他到底哪？隔壁的啊，隔壁有一个疗养院呢。不好意思啊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帮你处理了哈。帮你处理一下。Hello. Yeah, hello. 小严跟他讲 ，Welcome. Welcome. Yeah, thank you. Welcome. Thank you. Welcome. Nice to meet you. Nice to meet you. Nice to meet you. 随便来一首，轻轻的哼唱的啊，开始。贾小姐，贾小姐，你看到我点，我哦，不能再帮你按了，不能再帮你按了，因为我家里有急事。什么？我家里有急事。我妈妈要洗肾。她要洗肾啊。哦，爸爸今天刚好干。那你赶快去帮他。我爸爸今天刚好开刀。哦。对不起啊。对不起哦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好，那我下次有机会再帮你按。那我下次有机会再帮你按。今天没有办法。好，今天没有办法。妈妈洗肾很惨，妈妈洗肾很惨哎。好，爸爸那个肝，赶快去，要切三分之二，三分之二，对，只留三分之一，只留三分之一。那没关系啊，你赶快去，没关系了。三分之一煮一煮都不够一碗猪肝汤，不够一碗猪肝汤。对不起啊，我不能帮你服务了。好，那我赶去医院。那我赶快赶去医院了。OK， 好，拜拜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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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过来，黑人那边按，开始。Hello. Hello. Yeah, nice to meet you. Nice to meet you. I like you. I like you. You are so handsome. You are so handsome. 你不是要赶去医院吗？没有这样讲，你不会。怎么样啊？为什么要赶去医院？为什么要赶去医院？你刚不是要我说你妈妈洗肾吗？我不是洗肾啊。谁洗肾啊？你听谁说的？听谁说的？你刚刚在这边跟我说的，我哪有说啊？哪有说？你这种贾小姐，你这种状况，贾小姐，你这种状况可能是幻听了，幻听吧。小心哦，找要小心哦，找信用可靠的那个心理医师看看，心理医师看看。那你们还会不会有人来帮我按？应该会有吧，应该会吧。我们这里兵多将广，什么样的货色都有，什么样货色都有。哎，小姐你好，哎，小姐你好，你好，我们这里店经理，哎，我是这家店的店经理，我是这家店的店经理啊。今天人手不够，我来帮你，人手不够，就我帮你服务一下，要管理好一点啊。是是是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刚刚一下疗养院，然后一下一个怪妹妹，
然后不帮我按按旁边的黑人啊？真的吗？是这样子啊，真的、啊。对啊，这两个是我们店里最正常的。这两个是我们店里最正常的。来都来了就认命吧，来就来了就认命嘛哈，保证让你舒舒服服，保证让你舒舒服服啦。我们这些人有些人是蛮可怜的啦，像旁边这位小姐、啊、像旁边这个小姐，她那个她妈妈在洗肾，她妈妈在洗肾，她爸爸肝脏开刀，她爸爸肝脏也在开刀，所以她精神有点问题，所以她精神有点问题，所以她精神是有点问题。搞得 全家都靠他一个人在收，全家都靠他一个人在收入嘛，压力大。爸，你不要再说了啦。哎，女儿、啊，女儿、啊，有空回去看看你妈。有空回去看看你妈。她在洗肾。她在洗肾。那你不是也很辛苦？是你肝脏坏掉。是啊，是啊。我老婆在洗肾，也算是做好事了。也算是做好事了哈。那天在医院帮十几个病人洗肾。我老婆是一个医生。Please，Please。爸，他说什么？爸，他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爸，他说什么？我听不懂哎。阿仔，啊，我也听不懂。我知。爱讲英语啊，都拜托。你讲英语我也听，我都嘛拜托。我说说。Hello, Miss Prince Cherry。是真的吗？对啊，你们俩交换好了，你按那么重，去按他，他按我好了。爸爸的兴趣。等一下，你们好了，爸爸客人要换，我听他的。爸爸客人要换，我们听他的啦。Would you please call your manager here? 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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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。Give me a juice, 来那个。Have you juice, orange juice? 问爸爸，爸爸他说什么了？爸爸说什么了？在，他可能叫你暗中，可能是暗中一点，可能是要暗中一点，用力，用力按。No juic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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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J-U-I-C-E, juice, juice. I'm thirsty, juice. I'm thirsty, thirsty.OK 啊，你问爸爸他什么意思啊？爸爸什么意思啊？爸爸可能换脚了。贾小姐你怎样？贾小姐你怎样？你恭喜啊，可能是不是要换脚？是不是要换脚了？换脚不是啦，一杯零果汁的啊？是吗？啊，是哦，对啊，啊，你说小小严啊，小严啊，小时候不念书，你看人家假设英文多好。你看看假设多好，你看看。柳橙汁，你可以帮我替他讲一下哈。啊，就苹果汁上面有柳橙汁啊。拜托你。Sorry， 黑人讲 ，Sorry。Sorry, they only have apple juice. Oh, apple juice. There's no orange juice. Okay, okay. No matter what, okay. Okay, okay. 那就苹果汁给他 ，OK。哦哦哦哦。好，黑人电话响了，你过来。喂，你好。我见你学生，我哈林北一直讲英语啦。我笑的，你看那个。笑的。哦，你看一直拉英语啊，我唔知你讲啥啥好啦。啊，一直不英语啊，那边林六点才讲叫林六点五。哈林北要林六点才讲叫林北林六五的。怪笑的。我蛮在边啊，看着好好呢。看到人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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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Feeling so good. No problem. Hello, thank you. Hello? You are apple juice. You are apple juice. Thank you. Thank you. 看你多么厉害哦。现在是空姐了。谁呀？谁呀？三只。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其实我也觉得蛮像。是啊，不过我倒觉得我比较像张曼玉。不过我倒觉得比较像张曼玉。嗯，你应该算是他们两个综合体。你应该算是他们两个综合体。啊，讨厌，你嘴巴真会讲话。讨厌，嘴巴真会讲话。长得蛮像菜的。按照花的可以花的他冠霖跟大哥讲，大哥你要忍住啊，大哥你要忍住，我知道我知道了。上次那个官司很要不得，上次那个官司很要不得，你也知道犯了猥亵罪哈，你也知道了，犯了猥亵罪，在监狱里面哦，在监狱里面哦，会被他用牙刷，会被他用牙刷，洗刷刷，洗刷刷，刷刷洗刷刷，到现在我连大便都还会痛，到现在我连大便还在痛。然后再拉一拉，突然间脚底下啾咕啾咕啾咕，来准备那个现场，准备关灯哈，准备一二三停电哈，好，一二三停电，停电，啊人员通通跑掉，全部撤啊，奇怪怎么会停电？啊人员停电，啊人员停电。